过几天法国见。好，法国见。好，金盘针，抽你的料理。来，阿妈交个屋吧。好。大鹅下锅，先煎虾。Wow, it smells so good. 闻起来很香。待会也更好吃。How does it work? Can you teach me? 他对这个很感兴趣，然后他想学一下怎么烧鹅。把这个换两个遍。Can use this the small chop to put it here under that fire and cook the goose. Nice. 很认真哦。这次呢，欧莱雅品疗坊邀请我们去法国直播。依然，其实有个问题，我一直想问你们，就是你们欧莱雅这么大的公司，为什么会选择我呀？有点受宠若惊，真的。其实跟乔姐认识也蛮长时间了，一直想合作，然后谈了也很多次。这次呢，终于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作为欧莱雅品牌方来说，我们一直认为乔姐的一个形象非常的阳光，非常的正直，然后对粉丝也非常的好，然后同时也跟我们的品牌理念非常的契合。这次趁着两位三周年这样的一个喜事，所以终于是能够有这个很好的机会带着乔姐去法国，真的也很期待这一场。这么大的公司选择我，对，其实我压力也蛮大的，就是怕卖不好，然后丢人，给你丢人。对，不用担心，其实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，我觉得事在人为，只要我们把这份对产品的热爱，然后对粉丝的关心，然后通过我们的这场直播和我们这场法国的行程传递出去，我觉得就已经够了。好，我也会尽力的，会努力的，相信乔姐，也不要有压力。好的，谢谢依然。依然，这次我们去巴黎，能不能给我们更好的机制呀？因为我也想为我的粉丝多争取一点。乔姐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们这么多人专门从总部过来，邀请你去法国，当然是要给到非常非常好的机制，超头的机制，是您专属的一个机制，不会有人比你更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因为我觉得每个粉丝都是我的姐妹，然后我就想一定要给他们，对吧？尽可能的省一些。理解理解。依然，就冲你刚才那句话，你今晚一定要多吃一点。真的，这个什么时候好？快了快了。来点青红椒，大鹅马上可以出锅了，太香了！哎，大螃蟹好了，这个也透鲜呢。就像这有多宝鱼也好了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你这洋不洋、土不土的英语，希望说的怎么样？80分。哎呦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来 ，cheers cheers， welcome to my home， 来 ，cheers cheers， 来，哎呦，这小哥，这小哥笑得很甜了哈，小姐太客气了，做了这么多菜，太不好意思了，合不合你们口味？待会可以尝一尝，看着就特别好吃，来尝尝吧，来尝尝，来来尝尝，来 ，hello， 来一起来吧，今天他抓的鹅，对，今天你抓大鹅，香，这个适合，他很喜欢，自己抓的就不一样，用手拿着啃，啃，对，对，对，来，乔姐，敬你一杯。我们总部真的非常重视这一次合作，也非常重视乔姐。然后这次去法国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服务好。哎，太谢谢谢。来，我也敬你一个，来哈。哇，谢谢谢谢，这次还多麻烦你了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今天我们在电商看到的埃菲尔铁塔、凯旋门，我们去了都去看。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谢谢乔姐招待，我们过几天法国见。好，法国见，好。